该讲的是联盟的事情太多，所以哇，还这个联盟这个区块一直在努力。那么这中间呢，伊佫最近佫有一个协会吼，这协会那有执行这个环岛，伫迄个海岸吼，这个发水，所以伫顶下我看伊个正个物件吼，我感觉迄个发美丽，会当发清净。所以这个时间来到咱介绍吼，来看分享伊听到台湾诶有意的分享啊，谢谢，好不好？想看台湾，想认识台湾的途径很多，像齐柏林安尼，他可以坐飞机的机会。方式，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。不过，我们一般人可以用开车的方式，开车啦，或者骑摩托车、骑铁马，像林理事长这样的方式，或者说徒步，应该相信很多人都这样的经历过。不管使用什么工具来完成，重点是你怎么看台湾，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认识台湾。联盟协会长期以来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用心，他提出了一个 slogan， 就是用心看台湾。意思是说，要人们在这样有限的岁月里，不要再枉费心机、浪费资源，要全心全意的去观察、去体会，把你的焦点集中，才能对母亲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有所回馈。今年初，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为期67天的海岸徒步环岛活动，这个主办的单位就是叫做台湾海洋环境教育推广协会。这个协会只有4个专职人员，但是他们雄心立志很大。但活力充沛，进入联贸的本色了。他从2009年开始，每年举办各种不同的主题，然后走在海岸，走在海滨这样的活动。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要透过去走到海边，接触海洋，来唤醒大家对于这块海洋、台湾的一个了解，然后产生感动，将这种感动化成行动，来让大家对于海洋的尊重还有爱惜维护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协会做大大的工作。那对我个人来说，这是一趟真的是一个领受恩典的路程啊，所以我把它叫做恩典之路。我今天就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这是我出发前吼，真实面目啊，啊，包括今嘛较无同的所在吼。最久的其实在当初这老的最久有一个艺术，但是安尼即卖看起来就是一个稳定的记号。这稳定的记号，伊拄拄啊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想法。然后安装自我激励，我自己的意志力。当时
第一天我就当众宣布啊，真歹势啦吼，我这67天吼，拢怀气喘气，哦，安尼有即款的讲，啊讲了哦，想不到竟然有这个好几个伙伴吼，都跟我同款有这种冲动，哦，啊就开始。喙就流落来，这是吼，这是第60天的纪念菩萨。啊，这为什么咱做这个60天？因为拢做一件67天，啊，不过因为我厝的关系吼，我爱上礼拜，即天是我上礼拜的这个，所以我拢总有参加差不多应该头尾吼60天。啊，这60天的礼拜的时候，我对付我家吼同伴吼。啊，无咱来去接个吼毕业照，所以提早去。啊，我唔知影吼，即个了后到目前为止吼，还阁有人流喙酒，可能是无啊啦吼。但我流，因为我看到酒坛啊已经停起来吼。即个团体吼。这队伍，来自这差不多全国哦，啊，各所在，啊，来对这个所谓英雄豪杰，这豪杰是豪杰命哦，强，让我们受益最多，哦，最让我们佩服就是这两位老先生，哦，这两位老先生呢，我的右手。大家的左手边哈，这个是吴伯伯哦，右手边是许伯伯，那个叫做伯伯，不是伯伯呢，因为是两个宝贝啊。啊，恁有哈？你们猜猜看，这两位伯伯哈，年纪多大？那个照片上的路标可以告诉你，不是17岁哦，是74岁啊。74岁，这是我行到一个17线的时候，看到有这个路标，足符合因，所以74岁两位伯伯吼，因确实是足够精神，因唔是干那体力，你做人处事上面啊，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示，啊，从他们的那个。亲和力的，还是听后辈的这个很多的举止来对，啊，咱学习的足足。这是我在啊这摆行大中间哦，啊非常敬佩的一个中正哦。这嘛是我这摆行路上大的一个经验。啊，这是这个队伍来对哦，长青次人组，哦，长青次人组，啊，不少人都应该是着我，哦，我64嘛，哦，啊，边啊就位是啊，现场的这个谢大哥，谢先生，哦，啊，伊足幽默，哦，啊，伊对于这些植物，哦，对于植物情有所钟，哦，伊沿路拢咧翕树啊，啊拢，我对伊人对嘛，还是着足侪讲啊，树干啦，哦，做些草，哦。咱叶作功啊，长青四人组74岁、60几岁安尼，啊，不过哦，我曾经讲，这个队伍拢是老岁啊，唔是哦，这还阁上幼稚，这上幼稚是八个小西瓜，伊的外号是小西瓜，啊，为什么咱即马安尼提出来讲？这个小西瓜吼，这个细囝吼，伊出世就带入这个咱讲海洋环境吼，教育推广中协会的指引。为什么呢？伊爸爸妈妈是离职，这个中间就是2014年进前，每一年拢2009年以来吼。拢有举办这环岛，
啊，这两位爸爸妈妈吼，有参加过，拢有参加过，进前有参加过。啊，因在遐熟识啊，在这个行路的时阵熟识，熟识了后恋爱，恋爱了后结婚，结婚了后生囝，这个囡仔是带了有海洋的味道，海洋的味道，所以这八个月的囡仔伊就甲带出来，伊行啦。啊，当然伊无全程啦，因为啊，大将的吼，啊上班啦，伊就吼会管理。啊，这囡仔有够古锥啦！我甲呾吼，也阁毋捌看过囡仔吼，安尼带一个团体来对，达人陌生人甲抱吼，会好拢毋得哈。而且吼暗时啊伫困吼，因为伊搭诈骗多，啊我有当时啊捌带伊过去啊安尼，无听暗时啊哭，啊袂讲枵的时阵哭，真罕咧听哭吼，这是真趣味的一个吼故事。那你协会这中间，我听见吼，有几样嘢，拢是因为行路熟识、恋爱、结婚，所以这团体真特殊的吼，真特殊。来啊，过来就是讲这个故事，是在行第三四天的时候吼。在东北角，吼东北角，啊，迄阵啊，拄啊，落大雨，落大雨，迄几工，伊在寒流个，啊，行到即个，龙洞迄搭，哦，迄雨足大，啊，因为规身躯啊，穿雨衫嘛，无法度通好迄落吼，无法，迄落身躯冻结，所以我行到迄搭个时阵。风头烈，吼，啊，搁落雨，啊，这个来自台东的这个伙伴吼，伊随时哦，将伊的这个Gore-Tex 的这个外套，随时安尼摕出来换穿，吼，摕出来换穿，啊，我迄阵也是足感动吼，因为虽然讲一个月冻，吼，啊，不过迄个疫情。就咱将我迄身躯的迄个安尼汗吼寒冷，一声拢甲扫落。我叫伊讲，这是我的小天使啦。啊，所以爱翕一张啊相。啊，咱若讲有小天使，啊，就有一个大天使啦吼，即老天使。啊，这人很怪异吼，伊讲你行海岸，一天。到早早六点就要行，行到暗时啊五六点才休息，一天嘛行十外点钟。咱也会主办人员讲吼，您尽量少带重 A 重的东西，除了水以外，哦，大家要有时候要带一些迄种啊仪器啊啥物啊。啊，但是这位先生吼，伊不是。伊拍吼，到十几公里，啊，十几公里无单经验，伊足有办法观念。伊去到倒位啊吼，拢会叫物件。这是去外山顶头，伊看到迄布啊，伊讲是布吼，伊就那个拍转来了。伊对伊一开始头一天开始，伊都是拍只背包，啊，这背包啥物件？背包。就是咧，甲大家分享。伊去加伊个卡点足够吼，伊包括负责翕相吼，咱也知影翕相吼，你一个行进的队伍当中，你如果要照相，你一定是跑在比较前面，走到后面，他的路程伊可能爱咧取镜头，你着走来走去，伊有迄落替代吼，啊有迄落奖励，啊无打紧吼，伊拢爱先走到。迄个休息，因为阮行一段时，大路会休困，啊休困的时候，伊就走到遐，伊头一个动作是将伊的背包卸下来，赶紧主角不要伊，赶紧将伊顶背包内底即个所在点心、哦糖仔饼拢摕出來，
就开始伊住诶路边，吼、哦，伊若走现煮诶热开水，伊就对落；啊，若热开水无够，伊要等走即个另外诶水，吼、哦，伊住诶现行啦，现煮，啊，伊就咱讲无聊诶咧，总动泡诶汤，吼、哦，你看，海边啊，伊。伊咧路吼，随点吼，啊，安尼随泡咖啡哦，伊咧，啊，咖啡无够，伊搁泡茶，这是非常有贴心，啊，非常这真正伊顾这个，将伊用所有的拢咧甲人分享的这个吼，咱叫做手工。爱有一个专长哦，伊个我甲叫做保护者。你啊，树木啦、草、花草啦，吼，也是鸟啊啦，或者是讲一寡地质的啦，吼，生态的迄问题吼，啊，拢当个请教。而且伊是例行吼，例行啊，迄个环保的迄个观念。啊，所以阮伫食便当的时候吼，咱伊要求讲，你呐。便当，那每一个人拢传一份便当。你若便当，哦，你食无遐多，请你挂号我。你先挂号伊啦。伊食，莫食剩的，若食剩的就哦开始。啊，还袂食之前，你要食偌多剩的，拢挂号，伊拢甲你讲起。所以伊时间嘛足够。啊，以上这是我在遮即个路程中间啊所体会的影视的电影。啊，即摆恁看这数字45加15减15，这是上直接叫恁不是算术问题，不是算术问题，这个是有一个在四，但当然是等于45的啊、哦，等于45。这是我。对2月15一直行到3月初3，啊，当然，这之前吼，较有安尼无爽快啦吼。不过，李处长也讲，伊去台南，替我等下再讲一个故事。啊，我行到4月初3的时候，发现，我的肚子开始肿，啊肿，肿到甲咧面骨，我惊一跳。行一条船啊，走去马街，已经行到长滨，我船啊拜托啊，伊个主办单位把载到马街迄个台东去，结果伊甲我诊断讲，伊可能是蜂窝性组织炎。我拄啊报名参加这个。行大的时候，是我预定讲要行45天，行到台南，吼，啊，过来迄段时间，我有可能上面就是讲我无自信啊，吼，无自信行完吼，17天行袂完，我先甲行到台南，吼，啊，后摆有机会再搁对台南行倒转来，啊，结果有听到讲，搁坐到台南搁去。都问啦吼，啊要去外省工作，我即个足袂人个啊，所以我搁加码吼，加到15天，搁十五天，所以我讲60天个原因是啥？现在圣经内底讲，人的意念。没有办法超过神上帝的意念，人的念头无法度超过上帝念头。我因为蜂窝性组织炎，我倒转来，从那对台东坐飞机转来台北，去检查，去迄落挂号完，头头尾尾，吼、哦，其实3天无结，即落消症啊，啊，不过吼。头头尾尾，佫经过检查，竟然等15天，
所以讲，等于我加码迄十五天，是上帝甲我陪伴，讲你爱当你用。啊，用什么方式？用这种方式，用这种蜂窝性组织人来甲叫我。啊，当然，拄仔讲到，这就是咱肉体的一个吼，一个限制。啊，拄仔讲到讲，理事长唔呾干呢，干呾淡薄一摆吼，去甲我探访。甲伊头一天，伊就去甲淡水来甲我送送信啦，吼。啊，我是来尤其。虽然是吼，协会期间吼，淡薄啊，重视啊，去动心吼，非常的感动，吼、哦。到这方面止，我一直记得，浑身吼。去到一个所在，为我按摩腿啊！这是朋友哦，还是讲的亲情哦？然后支持我有这款的这款动力，我继续的哦。啊，这个这是你按摩的所在的一个。抢布的时阵吼，啊，伊不远千里而来，来到甲我教。啊，当然，迄个如果讲到即个脚的蜂窝性组织炎，迄是大个骨髓行到化疗的时发生。哦，啊，除了朋友的支持吼，鼓励啊，关怀啊，当然嘛是有啊，厝内人吼。包括太太啦，吼，啊，搁我迄个孙啊，特别走到彰化吼，啊，去伊个彰滨工业区吼，啊，去甲我探访吼，甲，这是嘛是上帝恩典啦，互我会当安尼吼，啊，继续起来，最后互我来问一个问题：幸福是啥物？幸福是啥物？幸福其实是足容易啊，足简单吼。即下面几啊张即个相片吼，来诉说即个幸福，可能不是啥物定义，但是来在即个中间看到幸福是啥物。行到即个在海岸或者海墘，还是伫在公路顶头啊。安尼行，有当时啊一望无际啊！啊，你都唔知影头前的迄、那个，甚至讲目的地，你倒位啊，你也唔知。啊，不过你行入迄个足长的海岸、海墘、海岸啊，迄、那个沙坡，或者是公路顶头，哪有通互你安尼小歇？你唔知是偌幸福的代志啊！所以讲，看到草皮哦。将有倒落去，也阁有即款的赶紧将卡起来，这是就听讲这消除吼脚腿的疲劳哦，一个闭关哦。啊，这那你这个合体吼，啊，对不对？你也当享受即款的暂时的休息哦，嘛是一种幸福。啊，幸福。噶毋是讲我食大鱼大肉，无一定呢。噶就爱在餐厅饭店啊食物件，才是幸福呢？毋是，当你一群人啊在一个庙口，大家做伙，一人一个便当，安尼你食物件是寡人的定义哦。大嘛，嘛不一定爱住大饭店啊。哦，住一个
活动中心，吼，或者是教室内底，安尼大家做起，干那铺迄个一个环布吼，咱就会当互相在遐做分享，在遐教训。这是在一个活动中心内底，吼，迄是一个迄个篮球场咯，吼，只要有注定通好卡，吼，就会当啦。甚至讲在教室的主人，咱大天都吼在吼休困，也是一种情况啊。这是在司令台，吼司令台，司令台大天都，来铺嘛走出来呢，吼、来三来铺，咱唔免考虑讲啊个关山吼，讲在大一带，这尽其所能啦。这是我咧谢大哥的专调吼，足够利用迄、那个迄落地形吼，啊来去山吼，啊我嘛无疑吼。我想你若看到这个图是在这个屏东吼，东大屏湾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吼，你甲想看卖，人数是无讲真多，但是行人很多了吼，包包括也足多，啊，这到上多的时阵三台车吼，很难载。我想结论是讲，幸福其实是足容易、足简单。伊在即个中间，可能咱每一个人伫人生的路途顶，行无共款的即个路线，好亲像沙滩上面。这个车一样，这可能是两部车或是三部车在从不一样的出发点，但是他们有一个交集，这个交集也就是我们啊，咱拄啊好所运用的，讲骑机马，伊则是阮安尼行海去，顺着海去去行，咱有一个交集，迄就是用心来看待。好像这个交集刷落了后变怎，可能就分开，可能有各奔东西，来问头前才表来跑走。我想这是一种目的，这是一种目的，咱咧继续跑走。但是咱抱着迄个交集点，用心来看待。以上，谢谢。春天之路吼，也着即个体会海洋文化的实际啦。云端 moving， 不同的人，不同的组合，不同的力量，有各种不同的力量结合，让他坚持。下去，这物件伊也都会感谢你讲的，这就是力量。什么是幸福？当你需要什么的时候 ，make it up， 多包装出来，那一点就是最幸福了。真最大的时候，就算嘛做健康的，爱困觉嘛，我。走去路边，听到海花，看到听到海风，吹到海风，听到水声，倒落那一刹那，看到海浪在滚，水啊也在飞，那是幸福。倒伫咧涂骹，真忝的是，即卖香港遐大家拢倒涂骹啦，咱嘛将军倒咧涂骹吼。
走到哪里的时候，倒来讲啊，今天衫吼，原来才阁洗啊，洗啊吼，为啥当然都体了吼？正经我咪讲，你正讲，三文暖都爱足贵呢，吼、哦，三文暖足贵，对不对？什么鲜味，对不对？看着涂骹是四十斤多个土嘞，哦，啊无啦，目屎伊人叫啊，热乎啦，免了诶。好，即马舞了一阵，即阵偌好势呢？哦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呢，体了是热乎呢，哇，老爽快！那个时候真正价值所在的。当你躺下来，看到天空的云在飘，我只加点杯，十几杯，可能呢，酒啊，半途不衰了，你慢慢点，老个想买多好。这一种美就是最幸福的感觉，叫你享受。你想想无？啊，所以你讲个前世哈，那先讲哦。看有啥物招牌，甲叫出伊个名，你跟他互动嘛。伊伫倒位来，伊东方来、西方来，伊叫啥物叫，你能跟他互动，你跟他是已经连接了。你这个跟生态之美已经产生一种共鸣了。这就是无法呈现。生态的完整，就靠你怎么样去。看到那个话，我吹风三文乱呐，救援呐，一望无际啦，海边也流血啦，有人的所在，有物件，都灾完，有灾完都社会主办。阿叔啊，我听人讲，原貌协会到这时候社会主办了，就卖了。十三年来，都是我们的志工一起大家共同的打拼，我们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进来。担心一个社会，一个迄个啥协会要形成，要继续乱，最起码一年几百万，到我人形成这目标。所以，我希望在坚持什么？我们都是靠大家一起努力，整合大家的力量，来捍卫它的核心价值。大家继续来报名，多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